息一下哈，一会儿我来练。哎，洗衣机里面衣服是你的吗？洗完就赶紧晾起来，别人都没法用了。那个陈什么？同学们，我们开始上课了啊！有几张面孔很熟悉啊，来，重修的同学，请把手举一下。好，请放下。这几位老朋友啊，希望我们下个学期啊，不要再见面了，好吗？好，同学们，请把书打开，翻到第二页。首先啊，我们要知道学习心理学的定义。心理学是什么？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心理学。对于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大部分同学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课就到这里，下课了。哎，学长，怎么又是你们啊？请您吃饭吧。还没问好呢，这事儿。上次不是说了吗？没要到飞机号就要请客吃饭。我什么时候出了这事儿啊？线记得拔下来。这点东西能省多少电？不要处处指责别人，你们就做得很好吗？
是我干什么，什么都赖我头上。真的不是你啊？不是。别让我逮着，穿了就给我放回去，干嘛要放洗衣机里面洗？啊，我才穿了一次。这件衣服怎么了？被洗了。这件。是我洗的。你洗的？是陈真姐让我。别胡说。我哪有？我就知道是你。我那双红色高跟鞋也是你穿的吧？我新买的第二天就有划痕。那个真的不是我。那这个就是你是吧？你刚才否认的挺快啊。你干嘛打人啊你？早，早。切，自己做错事，好意思跟我发脾气。圣诞节早。跟人合租的时候，说话谨慎一点。